高高的瓜木的水给安啊，古木瓦丹的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原视午间新闻。先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10月18号哟，八幺一呀。你看我这我这给你的台了，对这亲亲会，你那么的来，嘛违反的多少多少？你们在原住民的自治法里面的22条在呀，在比例在给啦，在比上2020外进革命呢，我们不的来，没上上麦都你要什么不放出来？备菜啊，我哦出去这样子都是有比较方便的、啊，今天做好，明天就拔掉这样。每天都来挖，8点开始挖到下午5点。如果下雨，就是行车比较难走。有一些是传统的土地，还有一些是征花编出来的土地。那我们很希望把这些土地能够让我们的族人都能够拥有，它可以支配嘛。好，这边开始还是来关心的是新竹尖石发生的观光客要进入司马库斯部落参观，却发生中型巴士坠谷，造成13死的车祸事故。交通部要求车商要抽检同款的车辆，2周内要做出报告。而由于这次意外疑似是因为熄火之后刹车失灵肇祸，交通部也表示呢，未来将在验车项目当中加入检验熄火刹车。但是游览车工会认为说，政府不应该把责任全都归咎给游览车，而是应该要做好道路分级的管理。在新竹尖石坠谷的中型巴士和今年5月韩国旅行团在花莲翻车时坐的中巴是同款车种，交通部要求公路总局行问车商50铃，召回同款中巴进行检测，先抽检20%的车辆，万一真有安全问题，将全面召回。觉得他们有些共同的一些特征了、那所以呢，对这部分那个公路局，我们也要求他们哈，也尽快来做这方面的一些检验。对于那个受检的那个情况下，我们还其实。我们会全力的配合政府机关的所有的要求。这是交通部首度因为交通意外要求车商召回车辆。由于这次车祸意外疑似是熄火后刹车失灵，交通部也计划未来在验车项目当中加入检验熄火刹车。外界将车祸原因指向中巴，但游览车同业工会出面开记者会，认为中巴就算改装也经过车辆安全鉴定才会上路，认为政府应该做好道路分级，像是山路就应该严格限制上山的车种。游览车是属于中央在管的，那今天这个车子不能上去，这条路能不能上去，我们是以主管机关公告为原则，所以今天他公告是可以上去的，但是我们看到从媒体也好，我们亲自上去看一下，那一条路真的不太适宜。针对游览车工会的建议，公路总局表示，目前已经着手规划，委托学界进行游览车分级作业，依照车子的性能和结构分级，最快在明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好，这起不幸的事件发生在新竹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而这条路呢，道路窄小，平均4到6公尺，无法会车，一边是山壁，一边就是山谷，完全没有护栏。地方政府包括了乡公所现在就拼命的求救，说目前中央政府只是靠行政院原民会编列了部落连外道路的维护经费给各部落来维持道路的基本功能，根本就无力顾及安全的问题。发生在新竹尖石乡司马库斯中型巴士疑似因熄火失去动力往后滑落山谷的意外，仔细看这个爬坡并没有任何的护栏或者是防护措施。司马库斯救难队总指挥表示，当初若是有护栏就会避免憾事发生。很重要的安全护栏呢，一定要把它设立起来，因为如果说它这样靠的时候就变成怎样，是就这样子依靠了，就不会跌到底下去。乡公所表示，要通往司马库斯部落的产业道路全长有16.5公里，但尖石乡类似司马库斯的产业道路就超过了有100多公里。不过这一条道路是属于行政院原民会所辖的产业道路，尖石乡长向中央喊话，护栏是真的是迫不及待哈，希望我们发生的这样的事情那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中央能够尽快的注意一下原住民观光的道路啊，真的需要注意一些经费。乡长表示，这条危险弯道5年间就造成有4起的意外，尤其以12月9号的中巴坠谷意外最为严重。为了避免同样的憾事发生，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乡公所将在近期内会在较危险的路段先设置警示带。另外，这条平均不到6米宽的产业道路，仔细看前面的小巴占了整个道路，左右的宽距几乎剩不到2公尺，尤其像这样的情况。
哦，可以看见呢，这一条道路要通往圣马库斯的道路，这个小巴只要遇到车子呢，要会车也非常的不方便。一遇上对向来车，就必须要有高超的驾车技术才能够通过。路窄又没有护栏的司马库斯主要通道，据司马库斯游客中心表示，每一年的游客量估计有60,000名的游客上山。像这一条每天几乎有300名以上的游客进出的道路，这是否需要拓宽呢？道路的安全的部分设施是很重要，拓宽当然这个一定要维护这些生态最重要的关键。是拓宽是适合的，拓宽是这个不适合，但是多要有一些B车道要处理。现在有游览车开上来了。有些B车道是要处理的。阿东 U-Pass 表示，道路一旦拓宽，游客量势必就会激增，这对旅游品质并没有加分，反而容易破坏生态。但要如何不破坏生态，又能够让车辆安全通过？阿东认为，只要在几处较危险的会车处设立B车道，就能够解决。但目前最当务之急的还是安全护栏。记者巴鲁巴斯新竹监视采访的。这次新竹司马库斯部落周边的道路发生游客巴中巴的翻覆意外，其实也凸显了原乡道路的困境。因为其实不止司马库斯部落这一条，在南投仁爱乡头89的例行道路也是一样惊险的画面。贫瘠的交通建设是例行道路沿线部落居民最大的困扰。南投仁爱乡头89例行道路状况有多恶劣，看这台白色的休旅车就知道，就算有四轮传动的车辆，遇到上坡路段轮胎还是会打滑，所以大型的运输车辆根本不敢进去载运农产品，里面的农人只好利用小货车接驳的方式将农产品运出来，再上到卡车上再运出去。这样多出来的运输成本已经让许多的菜农叫苦连天。高丽菜啊什么出去这样子都比较不方便了、今天做好，明天就垮掉这样。那这样子，你们会不会增加你们的这个成本呢？成交太多了，现在菜价又那么不好，可能连工钱都没有了。不仅农产运输受到影响，部落族人也自嘲没有生病的权利，不然一趟路要下山看病，还必须看看道路状况是否能如愿。这些都是例行道路沿线三个村3000多位居民长期面临的生活窘境。一生病要下来都很麻烦，除非是很严重的话，我们会请那边的警察通知一下那个直升机。南投仁爱乡头89线例行道路因为这一阵子山区连续下雨，虽然雨势不大，但已经造成多处路段落是摊贩或是泥泞难行，影响交通。虽然县府有派施工单位每日进驻抢修，可是道路通了又断，断了又修，成为当地居民每天必须面对的梦魇。目前翠兰的道路哦，往这个例行产业道路到我们翠兰那边37K那边不好走，而且是在山沟那个更不好走，连我们的农产品要往离山高碟那边的话就不好过，现在都用那个1200小货车运到花岗。每天都在挖，8点开始挖到下午5点，没有下雨啊。如果下雨，就是路都埋埋啊，就行车比较难走。目前头89线例行道路就里程的4公里、7公里、14公里左右，以及靠近翠华村的39公里道路状况都是非常不稳定，民众必须绕到慈丰产业道路或是离山的方向，才能有比较好的道路状况对外交通，而且最好事先询问好当地的路况再行进出，以免遇到状况进退不得或求助无门。记者 No 南投仁爱采访报道。好，接下来关键是政府要进入原住民族地区开发，引起原住民族人的反对。交通部观光局东莞处跟花莲县丰滨乡公所联合要来推动丰滨乡的观光。交通部长毛志国亲临现场，政府官员到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呢，说要如何打造硬体设备，如何协助当地居民发展观光，追求梦想。不过其实靖埔地区的阿美族人认为说，事先根本完全都没有事先征求他们的同意，所以就当着交通部长毛志国的面前来抗议。我们拒绝上海机场在这边，你们没有给我协调过。包处长，我也一份给你。反上海剧场的部落土地自救会陈情代表手拿着陈情书，让交通部长毛志国正要为部落观光启动仪式致辞时，陈情代表借机向部长递陈情书，活动一度中断。我们部落土地自救会希望你看看一下我们的情书澄清书好不好？好，东莞处的处长，没问题，我们看一下，来，我们一定会接受。
由于东莞处近来将进埔部落中农粮署的农粮仓改建成部落驿站，花莲县警局废弃的进埔派出所改建成为部落工坊，以及将旧公园整建成舞动广场，这些硬体设施将来都是要做部落发展的使用。对于部落土地自救会借此机会向部长陈情反对山海剧场的诉求，部长表示部落要推动观光必须先要有共识。像这样一个部落观光要推动其实很不容易，这个一方面我觉得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各个部落的长老们，各个部落的乡亲们，大家对于这样一件事情究竟要如何推动，大家也有共识。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所有公部门的开发呢跟部落息息相关，也一定要相互契合。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开发案呢在地方大家都可能使用，大家都欢迎的，而不是少部分的人在这边认为说我们的开发是不当的。虽然这次的部落观光启动仪式跟山海剧场没有连上关系，但陈情人士认为这个启动仪式就是要为山海剧场抢先作为宣传。马达爱看你多么厉害，在比利在度尼亚，在比利在度西苏大海，在比万马安达米南巴夫索塔尼拉古拉杰卡古尼拉伊蒂尼伊亲切会，大伊拉索塔尼尼伊蒂拉图古拉亚巴西巴纳卡米南10月18号哟，巴亚伊蒂亚，你看乌拉乌拉杰卡古尼拉大伊拉对伊拉亲切会，伊拉古马蒂拉海，马违反的多拉。多啦，努米达原住民的自治法里面的第22条，在呀，在比利在给啦，在比上另外一定革命难，我们不停来，没上上麦都你要什么法做？部落观光启动仪式进埔是一个开端，目前花东地区有17个部落共同启动，包括进埔、新社、南竹湖、东河、奇美等，未来将陆续启动。进埔部落是这次启动仪式选定的标杆部落，大部分的硬体设施都已经陆续完工。东莞处结合东部海岸的美景、传统文化与原住民的热情，与部落伙伴共同发展部落的观光产业。不过如何让部落推动观光的同时与部落内部做好协调的工作，政府还是应该要多听听当地的民众意见。记者改造花莲封兵采访报道。继续来看的是屏东县来义乡公所向重建会申请的经费3200万元来打造第9座的公墓，并且举行了动土仪式。不过乡公所表示说，其实现在物价上涨，钱不够，原本要新建3000多处的纳古塔位、131座的土葬区位，现在呢只能先来新建纳古塔250处、土葬区40多处，还有停车场，几乎只能完成大约1/3的工程。至于其他不过的工程费要到哪里找，乡公所也还没有答案。第一场开地平安，动土顺利。位于屏东县来义乡西南侧山坡地上，将近有4.914公顷的土地，就是未来来义乡第9处公墓，还比原本8处公墓加起来的3.8公顷面积范围大了许多。希望解决部落公墓土地使用饱和，还有永久屋住户没有公墓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那么期待这样的公墓新建？因为旧的公墓完全都饱和啊。所以我们为了争取能够先建这样的一个新的。乡公所整体规划所需的费用是5200万，但是重建会核发经费是3200万。乡公所表示只能先新建纳古塔还有周边的设施，不过重建会表示收到乡公所的公文，所需的费用的确就是3200万，而且已经全数补助，不清楚乡公所规划的总经费是多少。因为这次第一期的经费只有3200万，而我们的整个开发计划是5200万，所以第一期没有办法全部做完，所以第一期先做纳古塔、管理中心、停车场、土葬区先做1/3，先做40个，先做40个这个穴。需要协助的这数字呢，它就是费用呢，大概就是3200万。那我们倒没有说有其他的就是经费。在我们一开始所接到的就是讯息里面就是没有。乡公所表示，整体规划在10年前就已规划，当时的确是以3200万元的经费，在1997年向县府提出规划案申请经费，县府核准向上呈报给内政部，不过迟迟没有下文。去年则是用同样的计划，以88重建区的名义重新向重建会申请，重建会向内政部申请经费3200万元核准，不过附带条件是其他地区还有永久屋的居民若需要安葬必须接受。
乡公所表示，由于原物料上涨，所以现在的经费其实不够，目前只能先施作纳古塔250指、土葬区40多座，还有停车场。至于其他设施规划工程经费如何筹措，乡公所并没有多说，只强调只能按照现有经费先施作。记者瑞哥瑟平东来意采访报道。继续要来关心的是，新竹尖石乡昨天又传出有一起盗伐牛樟木的案件，嫌犯是一名70年次的尖石乡民。新竹横山分局才在10月22号查获盗采牛樟木，不到2个月的时间，12月22号的凌晨4点50分，行乐派出所员警接获线报有人盗采牛樟木，警方便在竹120县道36公里处逮捕到一名涉及在尖石乡70年次的徐姓盗采牛樟木的嫌犯。徐姓犯嫌啊，利用自己哦自小客，然后车上有6块牛樟木材，啊总重啊230公斤。那据徐姓嫌犯指称，他是在国有林班地内盗取，那全案警方这边哦移送新竹地检来侦办。横山分局表示，目前牛樟木市值1公斤300元，230公斤的牛樟木可以换得69000元左右，全案以窃盗罪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记者巴鲁塞新竹横山采访道。好，继续来关心土地的问题喽。行政院原民会办理原住民保留地权利赋予工作，颁发了100多张的土地权状。其实这些土地呢，原本就是属于原住民族人的，但是1949年之后，政府制定了《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要求原住民开发并取得他项权利之后呢，还必须自行的经营或是自用满5年以上，才可以无偿取得土地所有权。对原住民族人来说，这是失而复得。110多位来自屏东各原乡的族人，开心地拿到等待已久的土地所有权状，甚至一个部落兄弟姐妹一同领取所有权状。赖三郎、赖四郎、赖玉琪、赖五郎，等了多久才拿到这个？哦，好久了。赖山羊、对，柯菊英、卢秀菊、很高兴。祖孙来分到这个这块地，真的是不容易。我孙女能够拿到这个权状，这要谢谢。哎呦，我看了这个好几年了，20多年了。全国原住民保留地总面积约有26万余公顷，依据《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7条授权订定之《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原住民开发并取得他项权利后，继续自行经营或是自用满5年者，将无偿取得土地所有权。至今完成所有权移转登记面积约有9.2万公顷，他项权利设定的面积有2.8公顷，占总面积的45%，其他的是还未申请或是有待审查的案件。有一些是传统的土地，而有一些是征划编出来的土地。那我们很希望把这些土地能够让我们的族人都能够拥有，它可以支配嘛，也可以做买卖。不过买卖还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同胞之间啊，它不能够流到外面啊。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颁发首次来到了南部屏东原乡举办，全国办理登记基优单位也由地主屏东县拿下了全国基优县府乡所还有办理人员四项基优奖项。典礼预计颁发所有权状110笔土地，他项权利证明90笔土地，受惠数达540户。记者阿瑞哥斯屏东马家采访报道。好，继续来关心的是，联合国在1948年12月10号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且明定每年的12月10号是国际的人权日。而在今年的12月10号，亚洲各地的原住民族人和社运团体纷纷公开发言，趁世界人权日呼吁大家要关注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人权发展现况。而来自中国西藏的藏族人就再次的呼吁，3年来藏人为了抗议中国政府打压民族自治而自焚抗议的人已经将近100人，也呼吁全世界要关注藏族人的人权问题。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大批流亡印度藏人于印度新德里市举行集会，不少人身上裹着代表西藏流亡政府的雪山狮子旗，现场有儿童合唱鼓舞士气。主办单位将小鸟释放，象征西藏的自由。
尽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本人并未出席，但达赖派遣代表前来参与集会。And today the Tibetans are gathered here to observe the 64th Universal Human Rights Day and also to celebrate the 23rd anniversar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aving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为了抗议中国政府打压藏人争取民族自治的运动，自从2009年以来，一共有94人已自焚抗议，导致其中77人死亡。单单在今年11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境内的藏人自焚抗议人数就高达29人。कि हमारा तिब्बत के अंदर में जो आजकल जो आत्मदाह चल रहे हैं, वो जो है दुनिया का कोई भी उसपे आप लोग कोई ध्यान नहीं हो रहे हैं, तो हम कह रहे हैं कि हमारे भी ध्यान रखना चाहिए और हम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और किस लिए हो रहा है इसको भी ध्यान करके और वॉल और मीडिया लोगों से हम यही प्रार्थना करते हैं कि हमारे बारे में भी हम आप लोग सोचा जाएं आप माना जाए तो आज कल या आज में 3 आदमी अभी आत्मदाह कर चुका है तिब्बत के अंदर में और इसके उपलक्ष्य में भी हम दुनिया वालों से हम जागरूकता करने और दोबारा हम उनके प्रार्थना सभा के लिए हम लोग यहाँ पे सब इकट्ठा हुआ है त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发动示威者从12月8日到10日在台北自由广场进行长达49小时的绝食抗议。在世界人权日当晚，有好几十名藏人留学生在东京举行烛光晚会，抗议中国政府打压。同样是在世界人权日当天，在东南亚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大批原住民族人连同其他社运组织走上街头。示威者要求政府停止杀害菲律宾南部认同独立建国的原住民族人和其他异议人士。同一天，在印度境内长期争取自治的克什米尔邦，当地的国际人民人权和正义裁决组织以及失踪者父母协会发表人权报告，指政府涉及多宗践踏当地原住民族人人权的案例。例如，在2011年，有人发现一个乱葬岗，当中的2000具尸体被证实是属于当地要求独立建国的原住民族族人，很多死者可能是遭政府杀害后埋葬。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各国原住民族人走上街头示威，要求执政者重视原住民族各项权利。记者邱德正编译。台东县的美丽湾度假村到底是不是违建？内政部长李鸿源说话了，建议台东县府认赔拆掉。休息下，稍后回来带你来关心。本周原住民影像生命力将播出，加油吧，孩子！拍摄台东建和国小足球队的成长故事。那一年暑假周记，记录南投的布农孩子们。实际行动表达对部落长者关怀。12月12日，周三晚间10点，原氏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部落二人族，部落二人族这次的任务即将要乘风破浪的到来你喽。你知道平板舟是如何建造的吗？你知道这振奋人心的鼓声是如何敲击出来的吗？你想一窥蓝屿的奇幻海底世界吗？你想知道岛上的天使们是如何飞翔的吗？那你一定不能错过每周四晚上9点到10点，部落二人族与你来分享。12月24号晚上9点到11点，
在第16频道。浩恩，喜恩，在平安夜里为您送上满满的祝福。祝福。想再次重温卫冕者获胜时激动落泪的荣耀时刻吗？想经历节目中高手过招、紧张万分的精彩对决吗？部落新舞台特别企划制作九集精选集，有感动的、难过的、逗趣的、欢笑的精彩画面一一重现，敬请锁定每周日晚间7:30到9:30的部落新舞台精选特辑。好，继续回来带来关心的是台东县的美丽湾度假村是不是违建呢？内政部长李鸿源说，目前认定是程序违建，但属于地方自治的权责，而实质违建的认定必须依照最后的环评结果。不过李鸿源建议台东县政府认赔拆掉美丽湾，但是台东县政府则是重申说，一切是依规定在进行，目前没有拆除美丽湾度假村的问题。内政部长李鸿源11号对台东大学师生演讲，主题是你要怎样的未来。不过师生关心的焦点全都在东海岸的未来。问到了部长对于美丽湾度假村未来的看法，李鸿源说，美丽湾是程序违建，依地方自治法权责必须先让台东县政府依照程序处理。他也表示，台东县府环评委员会如果再留会一次或是两次，中央就会介入。我也赞成应该把它拆掉，最好赶快把它拆掉。但是这是地方自治项目，我们还是必须尊重台东县政府。李鸿源个人建议台东县政府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案应该认赔拆掉，以免延伸太多的问题。不过台东县政府和业者就表示了，目前依法进行环评当中，不做任何预设立场。一旦涉及到国赔的问题，那县府这边有做一些打算吗？目前我们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于将我们的环评环境影响报告书做更完整的一个修订之后，经过今年12月22号的环评委员的一个专业的审查。台东县美丽湾度假村 BOT 开发案到目前已经进行了8年多，环保团体检举开发案违反了环评法，高等行政法院今年判决台东县政府败诉，撤销了环评结论。台东县政府重做环评，但环保团体认为美丽湾度假村是大违建，就要拆掉，抗争不断。环评审议委员会也留会了一次。如今内政部李鸿源表示，美丽湾是程序违建，恐怕对未来的环评结果投下了一大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好，接下来关心你的健康，因为最近南部日夜温差大，猝死的病例也跟着增加了。而根据统计，12月10天之内呢，台南已经有15人猝死，死因几乎都是心肌梗塞。而高雄因为心血管疾病就医的病患呢，也增加了5-6倍。医生表示，温差大对于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三高患者的血管，最容易造成负担破裂，形成血塞，造成心肌梗塞。医师就呼吁了许多猝死的案例，事前身体是完全不会出现任何和阵阵的，除了要留意三高的问题，抽烟也是高危险因子。40岁以下的患者有高达90%以上都是抽烟，显示戒烟是重要的预防做法。好，另外原住民族肝病死亡率呢是原住民籍的3.2倍，耗资了千万打造的慢性肝病行动医疗车开进了苗栗泰安乡的部落。这小小的一间可以照 X 光，可不是乡内的医院或诊所，这是一台独一无二的慢性肝病行动医疗车，只有苗栗泰安乡卫生所拥有，服务8个村、25个部落族人，照顾肝病患者的腹部超音波、抽血、肝筛检的定期追踪，族人也都相当配合。肝病那个你有给他检查？有呢，有、啊，就比较放心，因为有在追踪。对呀、啊，都是半年了、啊，有时候有的时候每个月啊，这样。就很好，有时候要抽血呢，对呀、啊，会比较安心了。我们都有检查的，我们八卦的这边都有检查。哎呀，不检查不行啊，对不对？我们原住民都是都有喝酒，对不对？
不检查不行啊，对不对？这部车是2011年11月14号政府耗资千万打造的慢性肝病行动医疗车。台湾卫生所主任说，因为原住民族肝病死亡率是非原住民籍的3.2倍，台湾乡族人肝病罹患率更高于全国平均值。从2011年到现在使用1年多，期待的就是降低罹患率。不过这台能做的是建构台湾乡慢性病筛检、转诊、就医和后续追踪的照护，必须观察5年才会有成效。这台车其实我们也只能做一些检查，那还是检查啦，最主要还是做一些筛检，那能够提早 做一些发现，然后再提早做一些转介治疗的部分。那因为在治疗上面，它有一些治疗是比较特殊的，大概我们一般的基层诊所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得到，就必须还是要转接给一些专科医师做这样子。每一个礼拜会配合活动出车一次，一个月差不多4次去定点巡诊，就是要为族人健康把关努力。记者艾丽娜的转马耀苗栗泰安采访报道。好，也是偏乡就医的问题。兰屿乡也有部落的一位雅美族的妇女，她因为病呢住进了马街台东医院。临终前，孩子依传统的习俗要接回兰屿。过去因为包机太贵，家属无法负担。现在台东县政府和兰屿乡公所负责大约60万的包机费，也让这位妇女终于顺利的返回兰屿。直升机从台东丰年机场起飞，兰屿乡野游部落雅美族现年75岁的陈姓阿嬷，11号在德安航空直升机再送下，顺利返回兰屿。陈姓阿嬷是因为罹患肺积水，在11月16号从兰屿包机后送到台东马街医院急救，但病情加重，再转诊到花莲慈济医院，直到最近因并发成肺炎，又转回到台东马街医院交付病房。家属最后决定回归雅美族的传统习俗，要带阿嬷回兰屿安宁居家疗护。如今因为离岛病患护送的机制纳入体制，才得以顺利包机回兰屿。家属感谢这样的安排，很重要。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每一个原住民都一样吧，都会觉得自己的文化是很重要的。这次包机纳入体制，包机费用由台东县政府和兰屿乡公所共同分摊90%的费用，而居民则负担10%。这次马街医院也帮病患家属分摊了3万元的费用。那60万，民众负担10%，也就是6万块钱。那剩下的90%，也就是54万的话，就由乡公所跟县政府这边来支出。那这一次用公部门的方式，制度化。的方式哈，来去做安宁的返乡这个工作，这个事情哈，真的是我们兰屿的这个福气了哈。兰屿交通不便一直是雅美族人最头痛的问题，尤其是遇上病患后送的包机庞大负担。如今纳入体制之后，乡民不再担心家人临终前如何返乡的问题。记者高德威亚酷News台东采访报道。好，继续要来关心的是，目前全球有3/4的北极熊是在加拿大境内的北极圈地区来栖息。美国生物多元化研究中心公开的谴责加拿大的政府，因为他们说呢，加拿大漠视北冰洋冰块融化导致北极熊的栖身地缩小，以及过度的开放北极熊的狩猎配额。不过呢，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伊努特族人则是指出，北极熊的数量不会随着气候变迁而减少，反而有可能会增加。对非原住民族来说，北极熊是可爱的动物，应该要保育。不过对就住在当地的伊努特族人来说，北极熊是可能危害生命的动物，双方的想法差很大。这里是加拿大境内横跨北极圈的 Nunavut 地区，根据估计，全球有3/4的北极熊，也就是大约2万只，则分布在这个伊努特地区当中。由于北极熊的外表看起来圆圆滚滚，再加上雪白的毛色，让很多人都觉得它们是可爱动物。就像这一支汽车广告，也借用北极熊的形象来强调这款汽车的舒适安全感。不过，常年和北极熊相处的伊努特族人要大家小心，广告跟真实世界实在是差太多了。Oh, dear, see a polar bear and go to it and hug it, you know. Whoever's gonna hug it is it's in danger.You know, the public gonna, the polar bear gonna have a meal. 在这里，北极熊和伊努特族人之间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对立关系。要不就是伊努特族人遭北极熊猎杀，要不就是伊努特族人成功捕猎北极熊。
美国汽水广告所强调的可爱悠闲形象并不符合现实。And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ies are in danger right now, because of polar bears that doesn't run away from a human being that easily. 在这里，经常传出北极熊入侵民居的消息，他们甚至把年幼的小北极熊安置在垃圾堆中。Joseph 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十年的狩猎经验，最近十多年来，他亲眼目睹越来越多北极熊在他身边出现。When I was around 7 years old, all my family was able to go out on the land without any problem. That time there were not so many polar bears, and today I can't even relax because of the polar bear.当地人认为，尽管全球气候变迁，但是大家可能低估了北极熊的适应能力。The southern people, people probably around the world, are saying that the polar bear is going to be dying out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The ice cap is melting. But the polar bears, don't forget that the polar bears are hunters, and they've been surviving on their own.其实这个地区的居民早就预料到北极熊的数量会随着气候变迁而增加，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早就已经进行扩大捕猎北极熊的各项准备工作。不过目前最大的难题是全球主流媒体所塑造的北极熊可爱形象，可能会引来舆论轰击伊鲁特族人的狩猎行为，也会造成民众反对伊鲁特族人捕猎北极熊。记者邱德正编译。邀请多位台湾原住民及歌手合作的专辑《吹过岛屿的风》入围了美国格莱美奖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带你来关心。我尼尼安古哈拉德达摩瓦南，我巴拿安尼伊里纳达香纳里达里巴拿安尼乌鲁巴，西达古隆多麦加汉。平时有温柔，他们一个加沙龙，你可以看到个你六公顷、十公顷的带。对呀，嘿嘿。两股山好，两那寒凉冷风啊。Wie had dat gedacht? Op het heetst van de dag gevonden worden door twee kinderen die me meenamen naar hun dorp. Het dorp Alba, voor ons hun het mooiste dorp van de Rukai-stam, een inheemse stam van Taiwan. Ik heb zo genoten om op deze manier de kant van Taiwan te ontdekken.
原住民族要好孩，就在原住民族电视台。好，继续回来要带来关心的是地方的民意代表审教育的预算。这是台东县议员呢朱连济，他在审预算之前就要求前往台东海端国中来了解学习环境，不过呢却遭到校长以不认识议员是谁为理由拒绝，让民意代表大为不满，在县议会的现场就斥责校长，最后呢校长是以道歉收场。台湾族县议员朱连济日前独自前往海端国中，关心布农族学生在校的受教情形。由于事先没有预先通知校方，议员到了学校，先透过司机向校长表态，议员前来关心学校事务。但校长回应说朱议员是谁，让议员很不满。在台东县议会审查教育处预算时，痛批是藐视议员。民意代表到学校去关怀，有一到你学校做一些关心，甚至到学校可能有事情。不管怎样，进入来到学校都是贵宾啊，我想在整个学校的体系，我们应该尽那个弟子之谊啊。朱连济现场还要求大武、兵茂以及海端三个国中校长进行教学目的的报告，不过校长才说完就被议员批评说跟做的完全不同。你们不愧是校长哈，真的是可以在三分钟以内很完整的讲完学校的特色，不过你的态度真的是有问题。虽然议员在质询时并没有指名道姓是哪一所国中校长说不认识议员，不过在中间休息时间，海端国中校长立即找上朱连济解释当天的状况，却未获朱连济所接受，一场内场外都可以看到校长频频向议员解释及道歉的画面。预算审查再度进行，仍未正式进入实质审查。不过，另一个议员张国洲在质询教育处长时，却又动怒，认为在处长背后交头接耳的海端国中校长周正雄不尊重他的质询。你不要这样交头接耳，本席在讲话。海端国中校长，你不尊重大会嘛？你本席在讲话，你这么交头接耳干什么？你去啊，你去啊！海端国中校长，你上面交头接耳，像开会当中哦。你在那干什么？不尊重大会嘛！所以在人际方面，我这边还要跟两位议员都知道，我这边真正的跟各位议员道歉。海端国中校长最后在一场正式的向大会及议员道歉之后，才平息议员的怒气。接着，改造不一样古律台东县议会采访报道。接下来看的是行政院民会举办的第六届的全国原住民儿童绘画的创作比赛，在昨天举行了颁奖典礼。一张一张的画作，有兰屿的雅美族平板舟，还有阿美族妇女们牵手跳舞，都呈现出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十一日在台北市举办了第六届全国原住民儿童绘画创作比赛颁奖典礼，颁发奖状与奖金给评选出的80名特优奖学生，希望从绘画中激发孩子的创作潜力，并找寻族群传统文化，培养对部落文化的关怀与认同。特优奖的这80位的小朋友，这么小的年龄已经有办法画出整个一个文化作为元素，画出它的精神，它里面的我们一般的人观察不到的这个意境，我觉得就很非常的了不起。这次参赛的作品有3800多件，选出了80位特优奖，学生们能脱颖而出，作品备受肯定，感到开心。我在画图上面可以获得抒发，觉得很轻松很自由。那幅画我画了很久，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绩，自己就觉得很欣慰啊。我在画画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又可以当一个画家。我第一次来台北颁奖，希望下一次可以再。从每一幅画作中可以看出孩子们观点中的原住民族文化，借由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族群文化更容易扎根。记者叫拉鲁台北市采访报道。好，继续来看的是台东原爱工坊协会在台东大武乡大鸟村成立了布工坊，让当地的妇女可以学习一技之长。
电动缝纫机的声音不停，妈妈们正忙着制作客户定制的商品。他们是大鸟布工坊的八位员工。台东仁爱工坊协会在今年三月向劳委会申请培力计划，在大鸟成立布工坊，希望让部落妇女学得一技之长。我们利用工坊的一个模式，让他们在这边工作。那现在我们可能要考虑到 ，OK， 当部落的人有一技之长之后，那他的工作场所跟他未来的是不是有个管理平台？不是销售平台，即使他自己是个人工作室的话，都有一个我们一个销售平台，让他的作品被看到。绣上台湾族图腾的包包、铅笔盒或化妆包，妈妈们制作的商品结合现代与传统元素，车工细致，商品也多元。而八位员工中，还有嫁入部落的非原住民籍妇女，她说学习做传统图腾是一项挑战。刚开始要学刺绣是很困难重重。因为不知道从如何下针着手，等还收获蛮多的啊。因为布包我们学的图腾啊，我们自己可以变化花样啊。啊，布包嘛，拿我们家里的包包来自己制图，啊，做包型出来，就这样。对家庭都有点帮助，一些补贴一些生活上的需求。啊，如果说是在这里也是学到很多的。目前布工坊的订单包括公部门伴手礼、地区寄卖或现场展售供民众购买，而工坊从备料、排单到会计等工作都由八位妈妈分工执行，让部落妇女不仅学的技术，还能了解如何经营工坊。记者布鲁萨任台东大武采访报道。好，继续要来看的是第55届美国格莱美奖，6号呢公布了入围的名单，由台湾的音乐公司跟夏威夷乌克丽丽演奏家共同制作的专辑入围了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而比较特别的是呢，这张专辑邀请了多位台湾原住民籍的歌手来合作。第55届美国格莱美奖6日公布入围名单，由蜂巢院与夏威夷的乌克丽丽演奏家 Daniel Ho 制作的《吹过岛屿的风》入围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特别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有6首歌曲首度于2012年金曲商冠王阿美族的一粒高露，2007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得主卑南族的浩恩、排湾族的歌手达卡闹等原住民歌手合作。我们就想说，以他的格莱美丰富的格莱美经验，对我们的台湾音乐产业应该有一些帮助。那最重要就是借由他来可以把我们台湾音乐人带到国际，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有计划性的，就是要他一起来做这个合作。拿着乌克丽丽与排湾族歌手达卡纳合作的就是 Daniel Ho。 Daniel Ho 曾经获得6座格莱美奖，在唱片公司的跨国音乐合作计划之下，安排他5月份来台宣传个人专辑，走访台东，体验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而有了这张专辑的创作灵感，花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专辑当中有新创，有古调，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结合乌克丽丽做不同以往呈现。5月份我们带他到台东的时候，就找了很多当地的歌手，像达卡闹，然后有像那个铁花村的村长发哥，还有龙哥，就找很多人，大家一起来同欢，跟 Daniel 进行交流。所以在这个3天的交流里面，给 Daniel 很多的启发。所以这些歌手也后来也就变成了专辑的录音歌手。这些参与的那个原住民歌手们，也都是在1个月之内，就是全部在屏东、台东跟台北分3地录好这个音，所以我们把音档就是寄到美国去给 Daniel 再用他擅长的乌克丽丽、华音吉他跟钢琴来做编曲。台湾原住民歌手混搭乌克丽丽，以跨国的方式合作，借由这张专辑在世界音乐奖占了一席。唱片公司表示，这张专辑可以说是第一次以台湾原住民族音乐为主的专辑入围格莱美奖。第55届的格莱美奖颁奖典礼将在2013年的2月10日举行，到时就可以知道来自台湾的原住民好声音是否可以夺下大奖。记者陈立波、刘新美是新店采访报道。Kani ga kuya na laki nering kaya do makoyat makoas makihogan kaya yani ga shunya balalungan ana mucinano ga ini nya yungi aku yaya lah yaya 真的不是我
帮你准备一点冰冰，你在车上可以吃，不至于很冷。给我的事你跟你爷爷说了没？你骨头要的嘛，在谈恋爱哦，不知道算不算。妈妈也来帮我加油。恋爱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像谈恋爱啊，爱情总是会让人麻木的嘛。这边是很漂亮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玉山的脚哦，这你听。 The best part of doing this show is discovering new foodAmazing food, delicious food. That's new, amazing, and delicious. What's this? Sorry. What's this? Salad. Ah, it's wine. Wow. Wow.12月16日周日晚上7:30，台湾资深艺术家影音纪录片《本位李习奇》。好，继续回来关心天气了。今天气温稍微的回暖，北部以及东半部会有短暂雨，另外在中南部则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继续要带大家来看详细的山海气象。
上，如果你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我们，都欢迎拨打客服专线0800211000。新闻最后带你到台东的大武乡，来看看大鸟村的妇女成立的布工坊。感谢你的收看，我是节目是卡海的了。人生要面临生离死别，这是逃不过的。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会来到，哎，那个时间点是没有办法让我们预测的。所以比如说我妈妈去世，根本不是我们所预料。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我在那个殡葬弥撒里面，我还会提醒我们教友，请你，哎，请你回去看看，哎，你那件还没有穿的衣服是不是应该拿出来穿的，要不然有一天会送到二手店去拍卖。该对身边的人说谢谢，赶快说，要不然有一天是来不及说，要说谢谢再见对不起都来不及。所以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别以为没有人会发现，其实我们终究会知道。环检警结盟，深度稽查，有效裁罚，全面追缴不法利得。近三年查获违反环保法令案件，追缴金额计达7亿7000万余元。谁是污染环境的元凶？下一个破获的就是他。台湾之美，环境正义，需要你我共同守护。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护树。